大家好，我是 Rita。 今天呢又可以有机会坐在这跟太阳神老师探讨一下几个有趣的问题。那么老师，我今天想问的就是说，很多人呢也知道催眠这个名词不陌生，但是呢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在怎么样情况之下才适合催眠，而且催眠它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催眠这个东西其实真正讲起来，这个老祖师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只是老外呢，他把催眠的皮毛那一套啊，把它变成制度化了，然后用他们所认知的理论告诉世人催眠的好处，让老外他的这种逻辑呢，他可以了解说，哦，有这么一套，然后试着去了解。那反而现在讲到催眠，大家想到是从老外这边来的，其实催眠是中国人的东西，中国人的东西它是源自于中国人的道家。那么我们说人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主宰这个身体，所以你身体该要怎么样的时候，它好像正常的就会这样去做。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睡觉了，你起来的时候除了你身体的运作以外，后面好像有个东西跟着你的身体一起配合。那有些人他说我们也不相信其他什么这样，我们每天一天过一天，但说不出所以然来，你要去说他大概也就是这样 NRR 的过去了。但是推到最后，那人真正是有灵魂的嘛？现在你去比如说 YouTube 啊，或者是网上你做一些 research， 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灵魂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真实不虚的。那如果灵魂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催眠呢，那它就可能成立。因为催眠只是把灵魂的记忆体的其中一段把它给唤醒，把它这个 data 叫出来，让当事人要么就是听到看到闻到各种在过去曾经有过经验的那一刹那的这个像里面，又回到那个时候的特别的一个特征，让他重回那个记忆，在中间做某种的处理，某些手段的帮助啊，去改变在今生在催眠的角度下想要改变的事情。那这个现在老美这一套呢总称为催眠。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可以回去，因为我看到一本书呢，是一个外国人写，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叫 Brian Weiss、那么他也是不相信轮回、不相信灵魂，是，但是一个病人呢就改变了他一切的思想，是他的专业的信用。那么他是说这个病人呢已经轮回了80几次、所以呢他很多很多问题呢根本都是从很多事以前累积起来的，结果每次催眠时候呢他回到一世，结果后来呢很多次以后他的问题全部就解决了。这个就是像老师刚才所解释的一样。是，那现在的催眠它用在临床上呢，如果在前世你曾经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或者什么样的经验不好，利用催眠再回到那一世记忆的那一刹那，然后用我们这一次的催眠手段呢做一个很好的导引，让曾经有过不好经验把它变得比较圆满，那就可能改变了因为前世不圆满而带到今生的一些，你说是习惯也好或者是恐惧也好，各方面不好的因由啊，可能从此就解除。那这个是现在催眠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说来说去都还是再证明着灵魂它是不灭的。那如果这样讲，老师，被催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做催眠才有效？如果平常人他生活都是很正常，那如果他说要催眠的话是没有达到同样的效果是吗？催眠并不是说一定他要怎么样然后去催到他的一个目的，那只是说看催眠师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他带到他想要解决的那个 point， 是这样子。那也有人他没有想要解决什么，他只是催眠去前世看一看，那这在催眠里面也可以办得到的。因为我们说灵魂记忆体它记载着所有过去式里面的故事场景，所以利用催眠的手段把它带到原先那个美的画面啊，或者曾经有过的记忆，这些都是可以办得到。所以在催眠里面它的囊括广泛性呢其实是蛮广泛的，但现在就是说大部分在临床上都是想要借由催眠的手段去调整，或你说是疗愈也好或者是一个帮助也好，在他精神上某种的缺失缺陷，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来自于过去世里面的故事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催眠的手段把它做某种方法的处理。那老师如果说是回去以前并没什么问题，只是去看一看而已，或者是有些问题点想回去某一事看那个问题的源头是在哪里，那么如果这个人已经轮回了很多次，那怎么知道他回去应该是回到哪一世呢？这个在催眠的手段里面是可以利用导引去借由怎么样的善导呢，到他要找的那一点上，就好像电脑的 hard drive， 它里面记忆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却可以用什么样的指令、什么样的程式去找到 hard drive 里面的某一个 file， 其实道理是很像，是这样。那如果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不对，比方说现在我们的社会上很多国家年轻人也好，中年人都很多忧郁症啊、哦。那这个忧郁症的话，是可以用催眠去调整吗？还是只是这一世的经验累积起来的？在西方的催眠定论里面，他们是有鼓励利用催眠的手段去做忧郁症的治疗，但是在我们看到比较综合性各方面的 information 来分析的话，催眠在治疗忧郁症来讲的话，只是其中的一个入门，但是它能不能够治愈的好，那得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 data， 然后还要看当时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多变数在那边等着。那么我经常说，当催眠师引导人进到催眠的情绪，那么催眠师啊，人人可能都可以变成催眠师，但是你进去到人深层的记忆体里啊，一般情况下那就 OK， 但是谁也不知道你挖的井啊是一口古井，里面充满着无限的问题秘密，你都不知道。那有些人他没有什么问题，你把这井挖进去哦，好像就很正常的把他带领，然后看到了某种他要的东西，然后就回到现实。但是如果他今天带着带着进去一挖，挖到是多少在这个生生世世之间某种难解的习题，那就好像去挖一口瓦斯井，你不挖还好，一挖这瓦斯可能蹦一下跑出来了，那就不是催眠师可以去 handle 的事情了。那那个时候当事人催眠师一起要面临某种的挑战，是这样子。所以老师也就说，不是每一个人必定适合被催眠。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讲起来就催眠两个字，因为大家像听得太一般了，对吧？就觉得哎呀，反正这是个催眠嘛。是催眠它有等于是深层的还是浅层的，深层里面催眠师每个人有不同的 background， 他的能耐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一些复杂的情况，那在这个催眠的当时万一有什么样的危险发生的时候，催眠师的引导或者是催眠师自己会不会情况出来太突然了，就自己也不知道怎么 handle， 那这些都是本来是没事没弄好，可能都沾因果，都沾问题，那你把人家这个瓦斯挖掘蹦一下出来了，然后你又没有把人家好好的去做处理，在人世间看来要操作就结束了，但是后面引发的诸多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催眠师就担不起了，对吧？那催眠师会不会相信这一套，那又是一回事，但是天地的真理在运作着，这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见仁见智的议题了。我也是觉得催眠两个字呢是很普遍、哼，但是就像老师讲的，真正要去了解它的话呢是一门大功课，而且呢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要去了解去知道的，是不是我们听说这么简单。其实对一般的善男信女来讲啊，我们应该往前看，过去可能没有方法，所以人有问题就想到庙宇，想到教堂，求着超人类某种的隐形力量来看看能不能庇佑着我们自己通过难关。但是这么多的人这么久的时间来察觉，做个统计下来呢，并不是每一个人真的在紧急的时候因为运用着宗教的寺庙或者是教堂后来就真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比例啊，你说不能说是零，但是呢是不是百分之百，好像也不是。而我们反过来看呢，我们超一生密码，我们不讲玄的东西，我们也不讲这种不科学，我们有一些感觉上还可以去体会或者实验的方法，我们鼓励呢所有的读者真正的去落实步骤一二三，
然后来看这中间奇妙的变化。如果真的是因此得福了，然后很多事情就解决了，如果竟然这么简单，那就真的这么简单了。那很多事情就像我们书中所讲，你是要让事情变大呢，还是慢慢的就缩小，然后把事情解决？那我想与其靠他力啊，催眠不催眠，还不如靠自力。那我想这个比较科学一点吧，我们好像天天讲的一大堆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问题，而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我们可以立刻来做实验，来做自我评比，来看自己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努力而改变了很多的事实。如果真的能够改变，那就是我们今生的收获。这个老师说的很对，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呢，的确是非常简单，而且呢，立刻每个人都可以马上参与的，也不用去找催眠师，也不用说是去怕弄得不好还有什么后果。所以呢，这个系统的确是适合每一个人，只要有心相信，都可以马上就有好处。是，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有很多人他前辈子他可能很害怕一样东西，所以这辈子就带来了，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很害怕晚上一个人在家的那种寂寞，所以可能在没有接触催眠前一直很难待着，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因为催眠，在那一刹那间可能去到过去的一些记忆呢，把它修补了，然后再回来看自己原先不能接受的场景的时候，可能就 OK。 但是在我们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我们就在讲这一切啊都是能量。我们前面不好的记忆体，在那一刹那我们锁进去的这个能量是负的，是极差无比的能量场。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运用超级生命密码接收天地间的正能量，在那一个事情上做某种的方法把正能量补足，其实那个连你大费周章的机会都没有，你只要去做了，可能这个问题慢慢就弥补或者好转。那这就是我们超级生命密码很方便的地方。所以是不是要简单，还是看我们个人，所以这个就看大家的取舍。是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解释，我们也学了很多很多，谢谢老师，谢谢大家。